林英，我看一下你的手机号码好吗？林英。我知道，外送员准备要取餐，不满店员要他秀出手机上的单号，双方起了口角。你出来看嘛，你出来看嘛，看号码呢？外送员因为手机固定在机车上，不想取下来，要求店员走出去看，却被拒绝。他回呛对方啰嗦，接着火冒三丈。你搞坏了哦！这每一家都一样，你们这家这样子而已啊！我们没有遇到过，就是你可以不要送，没有关系。我给你报号码了，骗你吗？外送员转头走人，离开前又忍不住情绪。这是嘉义市一间鸡排店，店员坚持要看单号才给餐，而外送员要求店家走到机车旁看，双方因此争执。是要避免说，因为外送员在他们还没按取餐之前，其实他们是可以做转单的动作。那单子转出去之后，东西拿走了，那被转接到转单的那个新的外送，他再来拿东西了，他就没有拿不到餐了。怕餐点被 A 走，或是外送员取餐了，单子却转给别人，店家要求核对，没有错。他们要看自己要看动员的素质，说真的是看个人，不是说每一个外送员都是这样。店家也不会去为难我。大部分外送员的做法都是拿手机给店家看单号，至于平台回应，外送员应该提供订单编号跟店家核对，而当时外送员不愿把手机而大抱走，他气得走人，把单子转给其他伙伴，店家则说员工被彪骂，不排除提告。 TVBS 新闻纪建亨加以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